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Costco 店内的圣诞折扣今天正式开启，很多的折扣一直延续到1月2号，打折的大部分商品为电子产品。今视频我会着重介绍一下打折仅到12月26号的部分商品。包星类当天的折扣我会以社区帖子的形式及时发布，请随时关注。折扣最多的就是电视，今天在店内看到几乎每一个品牌的电视都有折扣，而且比较一下其他的商家， Costco 的价格无疑是最优。除了店内打折的这些规格和品种外，网上还有很多的选择。 GoPro 运动相机的折扣比黑五还好，第九代仅399.99元，它还包括一个三脚架手柄、额外的电池以及紧凑的外壳和 micro SD 卡，它能够录制 5K 的视频和 20MP 的照片，防水深度达33英尺，防震防抖，还带有直播和网络摄像头，是户外运动的必备单品。 Clipsha 这款无线防汗耳机优惠10元后是89.99元，这个耳机在包装盒中还含有一个无线充电器，是目前加拿大唯一一款带有无线充电板的无线耳机。店内特价的音响也很多，比较特别的是 Sono 的这个条形音响，它通过杜比全景声能够让人身临其境的体验电视、电影和音乐节目。它包含6个前置低音扬声器、2个向上发射的低音扬声器以及3个高音扬声器，还含有11个具有丰富低音和清晰对话的高性能驱动器。店内的特价是849.99元，官网上原价都已经售罄了。这是一款方便的适合旅行以及运动的耳机，它结合了开放式的耳塞设计和最先进的骨传导技术，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聆听体验。这个耳机的设计比较独特，不用塞在耳朵里面，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目前优惠10元。要买扫地机器人的看过来了， Shark 扫地机器人 XL 目前 Costco 的特价是399.99元，它的特点是自排控底座，最多可容纳一个月的污垢和碎片，自带的清洁刷还可以自动去除发带，新功能能够将地图的覆盖率提高 50%。 而且同一型号在 Best Buy 的价格是541.98元。对于扫地机器人，有的人说方便，有的人说鸡肋，到底好不好用还是需要自己亲自试用一下。目前 Costco 官网和店内的价格是一样的，想买的朋友可以直接在网上购买。看完电子产品，再带着大家看一下保健品。一瓶220粒的奶蓟草胶囊，也称护肝片，奶蓟草有保护肝脏免受药物以及毒素伤害的作用，它对细胞膜结构以及细胞代谢也有稳定的作用，还能够对抗肝脏细胞的坏死，减轻脂肪变性，同时还能够防止细胞受到氧化破坏，能够保护肝脏。每瓶120粒的黄姜素胶囊，每一瓶优惠6元。具有生物活性成分的黄姜素有缓解关节疼痛、预防肿瘤、防氧化、降血脂等作用，还能够有效的维护肝脏功能。这个大瓶的胶原蛋白片内含18种氨基酸，还有维 C、钙以及硬脂酸镁。胶原蛋白是保持皮肤水嫩有弹性的坚强后盾，这个片剂更容易吸收，但是对我来讲这个颗粒有点大，我还是习惯服用口服液。打折到1月2号的这个润唇膏1组8支，内含蜂蜜、杏仁、香草、牛奶、苹果、芒果4种香味。这个润唇膏对皮肤温和，无过敏性，干燥的季节能够保持嘴唇的持久湿润。1组5支的佳洁士 3D 美白亮齿牙膏，不但能够美白，还能够保护和强化牙齿，内含密集的美白粒子，在美白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蛀牙，其泡沫细腻丰富，能够更有效的来清洁口腔。这款打折的按摩仪在通过增加血液流动和刺激肌肉来改善从脚向上的循环，它的作用原理在刺激足下和下肢的神经和肌肉，
从而为患有下肢疼痛和血液循环不良的人士提供缓解。这套按摩设备里面包括两对常规的更换垫、三对大型的替换垫和两个背带更换垫，以及一个旅行脚垫和一个旅行箱。打折的家居用品也不少，飞利浦的这款电动剃须刀优惠35元后是114.99元，它采用的是钢制精密刀片，能够快速清洁，还能够在更长时间内保持最佳性能。360度的弯头可以跟随面部轮廓旋转，功率适应传感器还能自动调节功率，并且还含有一个快速清洁的吊舱。这套打折一组12件套的锅具是硬质阳极氧化炊具，能够提供更均匀的加热，不含 PFOA 的不粘涂层，可以胜任各种食材的烹饪。它除了适用包括电磁炉在内的所有炉灶外，还可以在温度高达400华氏度的烤箱内烹饪食物。减60元后的价格仅239.99元，网站上已经断货。这个一组4个的厨房储物4件套，每一组优惠6元。它除了可以放在冰箱内储存食物饮料外，也可以储存杂物、工艺品和其他家居必用品等。便携式的设计方便挪动，不含双分蕾，使用也安全，而且清洁起来也很方便。在亚马逊上两个的价钱就已经30多。这个赫赫有名的 LACOUZET 的长形烤盘，烤盘是陶瓷涂层铸铁的材质，在烹饪烤制食物的时候能够使热量分布均匀。这个品牌贵有贵的道理，它确实是结实耐用，烹饪食物的时候能使时间缩短，可以放在各种炉灶上烹饪。这个烤盘在官网的价格是399。这个迪士尼图案的玻璃碗竟然清仓特价了，一共有3组颜色选择，这个普通的玻璃碗加上迪士尼的元素立刻就变得生动起来。回看这个碗在11月底的价格，是不是惊呆了？很多人都好几套的买，这个价格绝不能错过，我也买了2套。这一款插入式可以讲话的一氧化碳报警器，优惠10元后的价格是27.99元，一直到1月2号。将其安在家中，当一氧化碳水平超过100 ppm 时，就会发出语音报警声。在冬季取暖设备多的时候，家中的安全更为重要。这款打折的多用途 LED 灯设计非常新颖，它折叠起来像一个吸顶灯，打开则变成一个扇形灯。80瓦的功率，4000流明，适用于车库、门厅、其他的工作空间。减5元后的价格是19.99元。这个最新款的智能护眼台灯，每次一打折很快就抢光。它的角度可以自由调节，能够有效的保护视力和降低眼疲劳。这个新款底座还可以变颜色，除了可以给手机充电以外，还带日历、时间和温度提示功能。减8元后的价格是31.99元，有白色和黑色两种颜色选择。非常受欢迎的小熊厕纸，这个厕所纸是双层的，超级柔软，而且吸水力强，一包内30卷，每6卷还另有一个独立包装。每次这个厕所纸打折都要买上2到3包。还有几天就到圣诞节了，店内的圣诞礼卡以及圣诞包装纸都开始打折。这迷你礼卡非常可爱，可以囤起来留着明年用。还有这一包特价的松枝装饰，4.97元，这一大包的价格就是在1元店也买不下来。最划算的要数这个立体的圣诞卡，这个一包内有16张，每一张都构图新颖，做工精致。用这样的圣诞卡写上圣诞祝语，送给亲朋好友，是一份真诚的心意。这个圣诞贺卡店内已经不多了。再来看一下食品区这周都有哪些折扣商品。我最爱吃的麻薯冰淇淋又打折了，盒内有香草、巧克力以及芒果3种口味，软糯的外皮和里面的冰淇淋真的是绝配。今年深受好评的 Godiva 这款夹心巧克力折扣回归了，这个巧克力外面的红盒子包装就很精美，里面每一粒也是包装的精致，一盒445克，
内含榛仁夹心和黑巧夹心，它的口感酥脆又不是很甜，是夹心巧克力中最好吃的。另外两款袋装的415克的巧克力也都打折了。这两款巧克力我在另一期视频当中也有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说明栏的链接。经典的夹心巧克力费列罗巧克力也有折扣了，这个一盒750克的里面还有摆盘，将巧克力摆成圣诞树的模样，更加增添节日气氛。这个折扣后的价格是19.99块。两款瑞士莲巧克力也都有折扣，11.99块的包装很精美，作为礼品非常适合。在众多的巧克力中，我觉得吃来吃去最好吃的巧克力还当属瑞士莲巧克力，真正的入口即化，四种口味个个回味无穷。就是这一两年巧克力的价格也上涨不少。这个一组两瓶的凯撒鸡尾酒原浆，它不含人工色素，也不含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只需配上伏尔加酒就可以制作出经典的凯撒鸡尾酒。节日欢庆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它。这个一盒500克的蝴蝶虾非常好吃，蒜香酱配着黄油，搭配着新鲜美味的大虾，节日里面一道方便快捷的开胃菜。这个冷盘虾本周也有折扣，一盒约14元，每一盒减2元。 Costco 的这个炸鱼套餐里面一共有6块炸鱼块，一大包的薯条和2大袋的蘸料，有一大包色拉，还有一块柠檬。里面的炸鱼块还挺新鲜，但是我觉得裹的面包糠有点过多了，没有在炸鱼店吃的口感那么好，但是它胜在方便，而且价格也很好。这一周是为家人和朋友准备圣诞礼物的最后时机了， Costco 的饭店餐券以及现金礼卡都是很好的选择。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的季节，在 Costco 门口还有2个捐款的箱子，看到不断有人将从店内买来的玩具和食品放入这两个箱子中，盼望在这个季节里每一个人都有平安喜乐相伴。好，感谢您的收看，祝大家圣诞快乐。